先不用。要开始。好。那我们来写一下。好，好，这边请坐。要写什么？好，来，在这上面，这里面是一样的吗？对，是不是有四个大鼓，对不对？好，按你后面再写四个大鼓。四个大鼓。对。啊，在第一个间隔，对。会不会？